大道无情，运行日月，天意如此。天地造化的灵猴，又为何堕入这轮回火宅？臭妖猴，现在炼丹阁已被10万天兵天将包围，在我天庭圣威面前，还不束手就擒？束手就擒？今天我就让你们这些天人神仙知道俺老孙的命。老孙自己定。记住，老子的名字叫齐天大圣孙悟空。前往讨伐，大师兄凭借一人一棒把他们打得鬼哭狼嚎，玉帝震怒，将大师兄丢入八卦炉焚烧，7749天之后，一声巨响，火眼金睛一出，天地变色，狂雷骤起，四大金刚，五方揭谛，28星宿，10万天兵天将，这不能敌。哇，想不到大师兄500年前那么厉害啊。后来怎么样了？还能怎么样？还不是被压在五行山下。猪头，死肥仔又在说什么坏话？没有没有，大师兄，没有啊没有啊，大师兄说你500年前大闹天宫，被如来佛祖压在了五行山下，可威风了。没有。什么？不要打脸。大师兄干嘛呢？大师兄好像又在想花果山了。悟空啊，这天好热啊。大哥，我说再这样下去，我就要变成烤猪了。你快用火眼金睛看看这是怎么了。嘿，呆子，有些东西是不需要用火眼金睛看的啊。哇，好大的火锅啊！大师兄，大师兄，这会不会是妖怪的妖术啊？
你快用火眼金睛看一下吧。啊，对啊对啊，有啥好看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真麻烦你们。没事吧？我呀，连我都看不穿这山的源头啊！啊，糟了，这是什么妖怪啊？我来，来你个头啊！这不是妖术。阿弥陀佛。好了，既然不是妖术，那咱们就赶紧赶路吧。走，那快走啊！师傅，我去看一下啊。老乡，请问，快走，走走走。小师弟，看我的。二师兄，让道。啊，好帅啊！哎，大神。啊！主啊！悟空，还是你去吧。哎，年轻人，我问你，我没推你啊，我。饶了我吧！你各位大王，村子里什么都没有了，求求你们放过我们吧！你看看你啊，老人家，老人家不要害怕。我这三个徒弟虽然长得丑了点，但是他们笑起来很可爱啊。小乙哥，老人家快快请起。放开村长！这位施主，你是？你谁呀？啊，贫僧刚刚说过了，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。咚咚咚咚咚！你个大头鬼，要不是你，我颜亮也……啊，你还带了三只妖怪？贫僧刚刚说过了，这三位是贫僧的徒弟。你瞪什么瞪啊你？我来问你，你是不是又想抓小孩？我颜灵儿才不怕你！你看看你，长得尖嘴猴腮的样子，连这毛都劈叉了。想干嘛？你这是该瞪我吗？你这是什么表情？你这是生气了吗？你说什么？我去，别说了。你能不能大点声啊？我都让你大点声了，听不见呀！哎，我说，别说了。嘿，你这个死肥猪！别说，大师兄要发飙了，大师兄生气了。走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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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再大，能大得过东海的水吗？师傅，没事了，师傅。为师怎么感觉头上凉凉的？师傅，没事，剑在我手里呢。师傅，没事。无敌金刚锤！没事，师傅。师傅，你没事吧？师傅，师傅。谢谢神仙，谢谢神仙，谢谢神仙救我们，谢谢神仙，谢谢神仙，谢谢神仙救我们。我跟你们说呀，这山呐叫火焰山，以前呢是一座灵山，我们世世代代啊都在这里生活。500年前听祖辈们说，一天有一个火球从天而降，火烧了800里，所以呢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这黑风老妖每隔一年就来抓童男童女，你说这让我们怎么活呀？啊，真的是你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齐天大圣，你能不能跟我说一下西天路上的风景？不知道西天路上有没有紫色的晚霞？没有。哎，那有没有金色的鲤鱼啊？有啊。真的？都是死的。那个白龙马真的是一条龙吗？它只是一匹马而已。花果山，你真的全部都是花果吗？
对了对了，还有那个什么，你烦不烦？哎，其实天庭里面除了齐天大圣，还有天蓬元帅。哎呀呀呀！呼呼啊啊呀！天蓬元帅很威风啊！啊！哎呀，你使的是什么妖术？这不是妖术，这是仙术。分明就是妖术。这真的是仙术。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？啊！手下留情。哎呀，神仙呐，你一定是弄错了。这颜灵儿她不是妖怪啊。不是。是老人。我去给他拿药。村长，你不好说清楚一点吗？落沙我都急死了。这颜灵儿是我们偶然在火焰山发现的，其实大家谁也不知道他从哪儿来，只是可怜他，让他住在村子里。他这个人体质独特，常人啊根本无法接近，但是他本质不坏，常常帮我们抵御妖怪。傅元帅，我给你上药。好，坐远一点。大师兄，他是个疯子，你不用理他。你们这是做什么？圣僧啊，我们之所以没有离开，就是希望有一天这里能恢复原来的样子。自从天火坠落，这里就形成了以火焰山二圣为首的妖魔领地，经常出现妖怪吃人伤人的事件。妖怪啊！这甘霖村呐，有二害，一害是这火焰山之火啊，二害就是这火焰山二圣。我代表甘霖村，请神仙出手，帮帮我们吧！老人家，请，快快请起，大家都起来吧。我这三个徒弟神通广大，一定会帮助大家。师傅，帮帮我们吧！这个火并不简单，普通的方法是灭不掉的。啊啊！这怎么办呢？这怎么办啊？我有办法。我听一个高人说过，这火焰山二圣手中有一个法宝，可以熄灭火焰山的火。什么法宝啊？好像叫芭蕉扇。芭蕉扇。这芭蕉扇是由太阴所化，据说是天地间难得的宝物。可是这二圣太残暴，从来没有人敢上山。这可怎么办呢？啊！这怎么办呢？拿不到。你给我下的什么药啊？是六姑家的辣椒粉。八戒，明天随我上火焰山一趟。猴哥，为什么是我呢？因为你长得帅嘛。如主人所言，这孙悟空的确神通广大。如果正面对抗的话，我们绝对讨不到半点好处，还请主人细细斟酌呀。一切按计划行事。主人放心，一切尽在主人掌握之中。孙悟空已经上山了。笑得真难听，每次听到你笑，就想宰了你。是的，大王。那边进行的怎么样了？都已经准备完毕了，大王。这火焰山之火本就是孙悟空的嗔恨之火，这嗔恨之火能烧上一年、十年、五百年，何其强大！如今就差最后一点点火候了，一点点。五百年了。
我干什么？前面有个茶摊。正所谓，走过路过都不要错过啊！快来啊！小二，哎，客官，喝点什么？来茶摊当然是喝茶了。好嘞。啊。你别跟着我们的吗？我可以帮你们吗？不需要。我可以帮你们指路。路在哪儿？路在脚下。齐天大圣，你再跟我说一说西天路上的风景吧。没什么好讲的。那你带我一起去取经吧，好不好啊？求求你了，好不好嘛？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。行啊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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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这火咋就扇不灭呢？老婆婆，火这么大，你这么扇是扇不灭的。那。你有什么办法能把它灭了？灭火当然是用水了。哦，对呀，这火能用水灭。请问姑娘，那火焰山的火该怎么灭呢？装神弄鬼，歇歇吧。就被看穿了。大师兄，是铁扇公主。原来是嫂子。孙悟空，你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今日前来所谓何事？500年了都没来见你一面，所以特地过来看看你了。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我们经过火焰山，得知你手中有把芭蕉扇，可以灭这火焰山的火。特来拜访。哦，如果我要是不借呢？哎，都是自家人，何必那么小气呢？自家人，孙悟空，你对付红孩儿的时候有没有想过，他也是自家人？他现在活得可好啊，是观音菩萨座下的善财童子，这是三生都修不来的造化。哦，对对对。三世修不来的造化，孙悟空，
500年了，你这搬弄是非的本事倒是一点都没有变。来人，送客！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打发我走了吗？我告诉你，今天我拿不到芭蕉扇，我不走。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您没见，别来无恙吧？孙悟空，你就这么来了，也不管管你师父。他现在在我的手里。年龄儿，你做得很好，真的把他们引到我这里来了。答应你的事情，我一定会兑现的。原来你们是一伙的。不是。如果不是他，我又怎么会玩这出调虎离山呢？哼。大师兄、二师兄，师父被妖怪抓走了，快来救我们呐！老三，大师兄，快！老三，原来你一直在骗我们！不是，你听我解释。老三，500年前，其妖族不顾，如今又欺我妻儿，好，今天新仇旧恨，咱们就一起算。大师兄加油！堂堂齐天大圣，居然被一个和尚像狗一样吃屎！废话真多，踢爆你这个老妖精！你不是想要芭蕉扇？我手中的丹雀神斧！7天7夜，此处等来的却是一片天火。
住！你口口声声说要守护你猴子猴孙，看看这满地的枯骨！齐天大圣！师兄在就好了，我好没用啊。悟净，悟空虽是战无不胜的齐天大圣，但是也有解不开的心结。你虽然天生愚蠢，表现平庸，相貌丑陋，但是师父，但是什么？但是是头猪啊！是二师兄，师傅是二师兄。我不是猪，我是天蓬元帅。我大闹天蓬元帅了！我大闹天蓬元帅了！哼，天蓬元帅也不是好惹的。我上！
500年前的天空应该也是这么美吧。悟空，看你都做了些什么。血溅凌霄殿，火烧炼丹阁，区区天庭不过如此。诸天仙神能奈我何？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到这儿吗？他马上就会来了，只要你把他带到这里，我就有办法让你和他永远在一起。的过去会让人沉浸在悔恨里面无法自拔，可是你不一样，你是战无不胜的齐天大圣。
天蓬元帅不堪一击。不能，二师兄，今天就先烤了你这只猪。失望。师父，大师兄真的来了。师父，悟空，小子们，给我上！天人神佛，五百年后你又恨自己，这嗔恨之火何时能灭啊？啰啰嗦嗦的，你花果山虽然没了，但不代表你失去了一切。在为师眼中，无论是花果山上的猢狲，还是毁天灭地的齐天大圣，都是为师心中的悟空。这十万八千里的取经路，才是你我的家。孙悟空，看你还能顶多久。
要烧过来了，你走吧。以后听不到你啰啰嗦嗦，都不知道会不会不习惯。这取经路上，俺老孙怕是陪不了你了。是我的对手，牛魔王，你还我大师兄！把他们给我带走！是，带走！好，放手！悟空，悟空！齐天大圣，现在是你的了，他再也跑不了了。齐天大圣，大
齐天大圣，齐天大圣，齐天大圣，大圣，齐天大圣。齐天大圣，五百年前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活灵，每天除了炼丹就是炼丹。他们说这是命，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个盖世英雄。孙悟空，你都做了些什么？我湮灭的是这漫天披着天人外衣的嘴脸，我守护的是我深爱的一切。从见到你的第一眼起，你就是我的盖世英雄。齐天大圣，你再给我讲一下西天路上的风景吧。太阳刚落下山的时候，我看到来时的方向，天空是红的，水从耳边流过，湖里有金色的鱼，我听见了花开的声音。这一路上我遇到过很多妖怪，很多人，疯丫头。哇，我知道你说的那个疯丫头是我。我知道你说的那个疯丫头是我，是不是？我就知道你说的那个人是我。想和你一起。
去看西天路上的风景。走啊！
孙悟空，有本事你杀了我。取完西京，我们再好好打一场。悟空，我快说，我快说，走。拜见菩萨，拜见菩萨。一方一净土，一笑一尘缘。悟空，火焰山之行是你西天路上必须经历的一劫。火眼金睛虽能洞悉一切，却难逃一叶障目。如今重归清明，方得自在。这800里天外之言，该有个了结了。多谢菩萨指点迷津。西天路远，往后你们师徒更要团结一心，方能取得真经。多谢菩萨，多谢菩萨，多谢菩萨。一念花开，一念花落，一念俱灭，一念成圣。有多少人徘徊在这一念之间，连齐天大圣也是如此。二师兄，我好像听懂师父的话了。我早就听懂了，走吧。啊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跟着我去看西天路上的风景吧。老哥，走了。来了，整天催什么催？
现在做了起来了。哎，记账了，哎，在这儿。